今年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，香港踏入一个新的里程。我们不忘初心，不断地追求超越，是要讲好香港的故事。纺织和制衣业无疑是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。而今天我们大家见证到的呢，是13间我们纺织制衣界的创新的企业，能够可以展示出我们的行业里面创科的一个能力，我们的生气。